告的过程当中，再来看一下周家乐遭到三振之后，应该是有些情绪性的字眼这边，而且有摔，哦，直接就被赶出去。他是头低低的，应该是有讲出一些比较不堪入耳的字眼，被上到了三垒。High fastball 过来152，火烫烫，让周家乐是三球三声好。哦，这边周家乐是不是被赶出去哦？哦，好像是有抗议哦，所以周家乐这边裁判是有些动作的。周家乐这边不是应该是有进行抗议，所以峰哥出来了解。来看一下三振掉周家乐 ，What happened？周家乐遭到三振之后，应该是有些情绪性的字眼。这边，而且有摔，哦，直接就被赶出去。他是头低低的，应该是有讲出一些比较不堪入耳的字眼，所以就被主审江全生给赶出去。那峰哥、峰总一直在局间进行一些 argue 嘛，不断的跟主审在讨论，激烈的讨论。